哈哈，破烂佬，你们所有主播以及管理层已经签合约跳槽到我们公司了，诺，这是爷赔给你的违约金。哦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拿钱砸我，呵呵，有意思。破烂佬傻了吧，现在你就剩下小荣以及清洁工和门外大爷了，没了我们公司就是空壳。哼，张总竟然将公司交给一个捡破烂的，十分钟把公司搞破产，厉害。小妞，你来不来？你要是来，我给你特殊待遇哦。滚开，再让我看到你不规矩，我会让你后悔终生。老板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打断他的腿？哈哈，破烂佬不是要让我表哥来吗？我表哥那可是在娱乐圈跺跺脚就能引起地震的大资本，就当个小瘪三也配。不过别说我欺人太甚，我给他时间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把我表哥找来。总裁，大总裁，我冤枉了。那个浪潮集团的老板确实是我表弟，但我不知道他会得罪方董啊。呵呵，自己看看吧。这次你这么多年做的好事，现在给你个机会，是配合亲爱的老板去装批，还是收拾东西去采访人家，自己选吧。愿意帮老板装批，我愿意帮老板装批。嗯，来去吧，记住，等下好好配合亲爱的抽抽老板。小子，现在可是快一个小时了，怎么我表哥呢？呵呵，你表哥应该在京城吧，来一趟最快也要三个小时吧。有三个小时，好啊，今天我就和你耗上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把我表哥叫来。方总，现在怎么办？没有了主播，就算是他们现在离开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了，而且很多合约可都是签了一年，他们走了，我们的违约金怕就是第一个天文数字。不要慌，这事情很好解决的，手机给我，我找一些主播过来。哎，这小哥哥看来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这可和捡破烂不一样，捡不到大不了饿一天。你找一些主播过来，哈哈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找来什么级别的阿猫阿狗来。哼，不怕告诉你，在这中海几乎所有头部主播都在我们手里，滚过来跪下给我把鞋底舔干净，或许我会饶你们一命。热巴，我需要一些主播，给你个位置，过来一趟吧。哈哈哈，破烂佬你还真敢开口，还热巴，你不会想说是迪丽热巴吧？哈哈，真能吹牛批，那可是大明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人家能搭理你。装批犯一个，来人啊，在主播圈子传出话去，就说我说的，谁要是敢和他们签约，我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完了完了，这下我们肯定找不到主播了。别着急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小荣，你去准备一下合同，等下估计有的忙了。来人啊，去帮忙准备合同，毕竟都是友商，还是得帮忙的。对了，准备点帮棒球棍，谁要是签约了就帮他松松骨头。你们欺人太甚了，稍安勿躁，等着吧。靠，这是兄弟，你磕八个球，到底是谁来了？我五号。是他们。外面吵吵闹闹的什么情况，不知道老子在办事，难不成真的有人敢来凑热闹？哼，都给我把棒球棍拿起来，我倒要看看来的是谁。我靠，是你，你们。哈哈，床前明月光，我是郭德纲，方总，我们来捧场了。哎，对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，嘿嘿，我的天啊，这里好热闹啊。方先生您好，我是岳云鹏。嘿，好吗，你这还唱上了。是德云社的老师们，您几位怎么来了？哈哈，欢迎几位了，几位这么远道而来，小荣快去倒茶。等一下，几位老师，你们这是来做什么？我们当然是来签约啊，方总喝茶不着急，咱们还是赶紧先把合约签了吧。我靠，这怎么可能，你们怎么可能来这里签约？不光是他们，还有我们呢。小凡弟弟，我来签约了。我的妈呀，真是当红小花旦热巴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这里不是网红公司吗？什么时候大明星都来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网络公司，怎么能请得动你们这些大腕？呵呵，你不是说我请不到人吗？你不是说要打断我们签约艺人的胳膊吗？来啊，我看看怎么个事。这哼，你不用嚣张小子，我表哥可是华夏兄弟的大股东，那可是真正的经纪公司，如果你们敢和他签约，我一句话就能够封杀你们。我靠，我还不想这么早去地下城玩，你不带这么坑我的。谁给你的狗胆敢如此嚣张？哈哈哈，表哥，你竟然真的来了，太好了，快帮我教训他们。小子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表哥，一句话就能让你找来这些明星封杀，现在还不赶紧跪下。完了，对方可是真大佬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卧槽，表哥，我没说你，我说的是这捡破烂的。我去你妈的，这是我董事长，你让谁跪下的？董事长谁？呵呵，我就是。我的天哪，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，这位可是华夏兄弟的第一大股东。什么？你是华夏兄弟的老板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您还有这么厉害的身份啊。呵呵，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老郭，你们下去先签约吧。不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。哦，对了，我马上就把所有主播都还回来。另外，作为补偿，我愿意赔偿贵公司的损失。算了吧，背叛我的人，我是不会要的。小荣，你联系一下，追究所有违约人的违约金。另外，准备一下和德云社的合并吧。完了，违约金赔完我就得破产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是华夏兄弟股东，自己回去撤资离职吧。多谢方董，多谢方董。破烂小哥，
捡破烂太爽了。咦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我靠，你们来我公司干什么？老板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咱们得所有主播都离职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不过可能我命该如此吧。小哥你也别担心，即便是我在，该来的也会来的。不，老板，咱们现在市值已经翻倍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呵，我给你换了一批新主播，诺，他们来了。我靠，是德云社。天啊，你到底是谁啊，兄弟？方董，每人500块红包已经派发完成，一共发了3968932人。什么？你说多少？3968932份。你给我发红包了，一人500。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员工啊。我错了，兄弟，这么多钱把我公司卖了也赔不起啊。哎，赔什么啊？我想说500太少了，难得过个5亿，一人最少5100啊。3968932人，一人5100。妈耶，原来小丑是我自己。